家一起，老几对，我把那个啥，老几有钱，对吧？对吧？就老几就用铝把它化解，化解然后再发。哎，搿只啥动作？等等啊，搿啥动作呢？反正就是打个柔小步，一只动作，第一只，搿只上去吗？对起的，上去一步铝，一步铝啊，你看。因为陈刚正好来进攻嘛，对吧？进攻不应该有绿球的，这个呢，都是一种，因为一个呢，一只手呢，冲起来是打进攻型，但带进攻型的，对吧？那么如果收起来，收起来，不打进攻型的，我这个绿是不大好的，我打啥么子？一只高腿帽呢？高腿帽，闭上眼睛上，哦，那叫破面上，对吧？你看啊，我压进去，上一招破面上就可以了。对吧？这个意思。那么，当对方这个手弄到我的，按照我什么的，哎，就当是啥么子？哎，别过来吧，我过来吧。啊，大家都过。这个动作呢，应该难度，这个啥么子？那到后头，那慢慢就体会，天天等他走，给他手松起来，当是什么？飞身必胜局。半身踢身锤，那我们无视掉啊，对吧？就杨振宇有身举，能不能看到？哦，你说怎么样？我是不对呀，但我是旋转旋转，用帕要收过来了。一眼也不得那个，你看那对方那是一眼嘛，把门都过去，对吧？那我的这个手呢，手呢，对吧？这个手怎么个手啊？就问你手怎么个的？我现在那这个小手不对呀，我们在手上呢，你这个背地气抵上来，抵上来两只先打武器，那最后拿一个木椅呢还做不到的，两只打武器上头一个身呢分开的呀。哎，我虚灵顶去给他踩武器呢，是吧？对吧？一按照我一就跟我当着一个手一样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单单这个一只动作，就是三十下了，对吧？那么交关人呢，那个按照我这个牌，我是抽个抽啊，用不着抽，对吧？一抽到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哪能个抽啊？